要邀请孕妇单位的我们老公。首先让我们欢迎花莲站张伟兴。医务处花莲站张维新，大家好，我爱台北，谢谢。综合救护所杨家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综合救护所杨家来。我们综合救护所的员工都是非常优秀，所以要拿到这项殊荣非常不简单的。我真正等了41年才拿到这个荣誉，作为我最精选的最好礼物，谢谢大家。林东汉、何翠华，各位长官，各位来宾、同仁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东路段田中站的沈慧华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陈荣贤，来自南台湾的屏东站。好，欢迎各位有空到我们屏东来享受您热情的阳光，谢谢。树林站周富鹏。各位长官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树林站的潘富鹏。我感谢我的站长提醒我，还感谢各位工会代表给我支持。我最今天可以说我最资深的了，民国60年就建铁路局，到现在105年，已经满45年。我在乎最大的动力就是我的太太很支持哦，她照顾我的家庭，照顾我的父母，给我。能够再继续从继续再做到50年退休，谢谢。台东站张光雄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东站吊车员张光雄，谢谢。高雄站黄鸿生。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一路段高雄站黄鸿生，谢谢大家有这次给我这次机会，谢谢。新竹站陈明华，大家好，我叫陈明华，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新竹站来接受我们劳工表扬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站上的长官，还有同仁的支持。最后，我要感谢家人的支持与宽容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台北车班，我叫叶金忠。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，也谢谢各位的祝福。人家说，嫁有业务啊，一年困无半工。我在台铁服务了33年，我除了感谢长官的照顾之外，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的支持，谢谢。医务处刘荣富。各位来宾、各位长官，感谢各位光临。我是运务处运管科刘荣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这一次的同仁都是运务的